我们创造 free arrow 起始的概念是来自于街头魔术。第一，我们必须要让观众感觉到非常强烈的一个视觉效果以及感应能力，事前能让观众检查任何的物品，接着挑选一张牌，接着呢，观众能够透过意念传导，把这个指针瞬间的指到观众所选择到的物品上面，指针最后呢会瞬间停在某一个位置，打开将会是观众所选到的牌或者是物品，当然会是一张爱心。然而我们不仅仅是做到这样的概念而已，最后角色呼唤，请观众自己把自己心里面的意念传达到指针上面，打开之后指针内部镶着他所选择到的牌的花色以及点数，让观众的情绪更加的提升，而这个就是 free arrow 是六的符号。